Hello， 大家好，我系 Hedy， 嚟紧生日正日，我男朋友竟然要翻工 OT 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决定提早一个礼拜庆祝我嘅生日，带埋 Chopper 一齐出去 staycation， 咁当然会拍 vlog 俾大家睇啦。而家趁仲有少少时间，我又化好晒妆，不如一齐执下行李，睇下我带啲乜嘢护肤品、化妆品去 staycation 啦。放 skincare 呢一个袋咧系超级轻便，空溜溜。由于我唔想带太多嘢，咁所以咧我就决定快靓正带埋 Foreo UFO 2啦，好简单，只需要咧两块面膜，一块眼膜，我仲带多咗一块俾我男朋友添，咁就已经完成晒晚间同埋日间嘅护肤程序，绝对系我嘅懒人武器啊 ！Foreo 嘅面膜我系自己自费买咗咁多唔同款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听下我嘅 review 嘅话咧，留言话我知啦，我就会拍噶啦。然后我男朋友黑头实在太多太顽固的关系，咁所以我就决定带埋 Foreo Luna Mini 2俾佢洗面咧，都洗得干净啲啊嘛。跟住仲有一包落妆油，一支洗面膏、爽肤水、化妆棉同埋一支 facial oil 以备不时之需，就系咁多，冇噶啦。然后到化妆袋嘅部分都尽量系带少啲嘢嘅，毕竟都只不过两日一夜啫。咁所以咧带咗一个遮瑕力好高嘅 cushion 啦，咁我就唔需要带遮瑕膏，同埋咧佢系有 SPF 50 PA 3个加嘅。咁兼且咧我系会带埋防晒粉啦，一样都系 SPF 50，咁就唔需要带防晒啦，咁就带埋个 pop 咧去。上呢个碎粉，跟住咧就系我嘅眉 gel 眉粉啦，咁然后眼影咧我就带咗 Etude House 嘅呢一个，因为里面咧已经有埋嗰啲海绵棒棒啦，咁就唔需要带呢个眼影扫啦。然后仲有眼线同埋 mascara， 仲有胭脂啦，同埋一个迷你嘅胭脂扫，我真系究竟几时先用得晒呢一盒啊？最后咧，仲有 highlighter 系啦，同埋一个新买嘅唇膏，我而家都系搽紧呢个颜色啊，系咪好靓啊？系啦，咁所有嘅化妆品咧就系咁多啦，两日一夜真系唔希望带太多，同埋带咗之后用唔到咧，会觉得自己嘥咗啲力啊。咁系咯 ，anyway， 我而家就执埋啲衫衫裤裤啊，一啲生活用品啊，咁样咧就会出发噶啦。我哋一阵间见啦，我哋而家出发。去酒店玩啊！系咪好开心啊？呢只狗仔又有得去玩啦，又有得住酒店啦，系咪啊？我哋又嚟啦，系咪啊？到啦到啦！今次我哋 staycation 嘅地方咧，就系喺金钟红棉道嘅 The Murray。后面呢一位伟大嘅先生，我哋已经成功 check in 咗啦，冇错，今日系迟到嘅。然后 Chopper 咧已经去咗佢第一督嘅厕所啦。咁而家咧，我哋呢个 staycation 有咩做呢？佢个 package 系包咗有同宠物一齐去食下午茶啦，咁然后再今晚 book 咗食饭啦，听朝又有早餐啦，咁就系食同瞓嘅两日一夜啦。咁而家咧，由于要去食下午茶咧，我就觉得咁样太过 casual 啦，我要变身食一个扮嘢嘅 tea， 就梗系要着翻一套扮嘢嘅 outfit 啦。呵呵，系咪好少见到我咁样着咧？大家应该好想睇呢个 room tour 噶啦，一阵间咧就会再拍噶啦。我哋要去食 tea 先啦。哇，边个好靓仔啊？系咪你都有 dress code 啊？去食 tea？ 系啊，出发啦，系咪啊？今次个 package 咧系包咗 The Murray 嘅 afternoon tea set 啦，咁就有好多嘢食啊！我哋啲面包咧引嚟咗雀仔啊！佢头先上咗嚟啦！喂喂喂，唔准乱食啊！有超级多等紧嘢食嘅雀仔啊！佢哋好似出爬，同上次嚟食下午茶拍 vlog 嘅感觉差唔多。scone 松软好食，甜点偏甜，咸点咧总有一样系唔太啱我口味，咁所以咧今次都唔特别多介绍啦。翻上房嘅时候，发现 Chopper 系知道我哋住边间房嘅，佢真系停啱咗嗰一间啊，系咪好神奇啊 ？Hello， 快啲介绍酒店俾朋友睇好冇？我哋咁首先入到嚟咧，左手边有好大部电视，然后咧有啲好艺术家嘅画啦，
跟住一眼望晒噶啦，有一个 sofa， 跟住后面有张双人床，右手边系厕所，大家望到吗？呢、这、一个嘅浴缸就系我梦寐以求，为咗佢而 book 呢一间酒店噶啦。出翻嚟之后，其实就差唔多完噶啦。大家有啲咩想知道？好耐冇拍过酒店嘅 room tour 啦，有一个嘅衣柜啦，点解我去到边都见到你嘅狗仔？系啦，咁咧呢间房嘅特别之处咧，因为我哋可以带 chopper 过嚟啦，咁就俾大家望下啲宠物嘅 facilities。呢位写紧新嘅先生，系画完啦。你画咗啲乜嘢啊？你啦，哇，争啲唔记得咗好重要嘅 mini bar， 咁佢就有一个咖啡机啦。跟住之后有几支水，同埋应该系雪柜，系啦，会有啲哇反晒光，好似冇走光之嘢。哇，有好多酒啊！哇，正啊，我想饮啊，我中意饮呢个 whisky。我哋呢间房望到嘅咧就系、是、半山景，冇乜特别啦。真系好镜壳，同埋好俾面喎，系咪好好饮啊？酒店啲水特别甜噶，系咪啊？原本咧，我哋谂住上山顶行个圈嘅，但系后屘发现咧呢度啲戏我哋好多未睇过，咁不如就悭翻啲钱啦，留喺酒店呢度唞下。我哋两个真系好耐好耐冇入过戏院睇戏，对上一次咧已经系狂舞派三啦，因为我真系好忙啦，完全冇私人生活嘅。大家见到就算呢一刻睇紧戏都好啦，我都一路用电话去做紧唔同嘅嘢啦，去复紧唔同嘅 enquiry 啦，复紧大家嘅 DM 啦。咁所以咧，我男朋友真系好好，佢非常之体谅我。睇到一半 chopper 都扭计要上嚟瞓觉啊！我哋问过酒店咧系 OK 嘅，同埋我哋抹干净晒 chopper 噶啦，分分钟仲干净过我哋啊！package 包咗$900嘅 dining credit， 咁所以咧我哋就 book 咗对 Thai pan 呢一度比较 pet friendly 嘅餐厅去食一个 set dinner， 有晒 starter main course 同埋 dessert 嘅。有我的地方就梗系有酒啦 ，starter 我哋嗌咗两款啦，另外见到黄色呢一个咧系要加钱嘅带子咧，我觉得麻麻地啫。反而第一个嗰个叫做 hamachi， 佢嘅鱼生咧系非常之厚肉好食噶 ，rib eye 都系要加钱嘅，不过呢一个一定要加，超级无敌正啦。反而另一个黑豚猪咧，我又觉得真系冇乜太大特别啦。然后去到甜品咧，本身我真系唔系太好。所以对我嚟讲咧，都系偏甜一少少。Oh my god！ 我入到间房嘅时候，发现咗一个令我非常之大嘅 surprise， 我系真系尖叫，我好开心啊！我哋收到一张嘅生日卡，仲要系手写卡嚟噶。哇！你睇下呢只狗仔个样懵到，Chopper 从来冇试过肯瞓酒店嘅狗仔床噶，佢仲要担埋最心爱嘅 BB 波上去张床嗰度咧。我可唔可以问下 The Murray 佢哋呢张床系咩牌子啊？我有啲想买俾佢，你见唔见到佢瞓嗰个姿势真系不得了啊！而家嘅時間咧已經係12:00啦，玩完一日之後，用 Forio 嘅 Luna Mini 2咧去做一個嘅洗面啦，兼且佢嘅震動咧係做到一個好似按摩咁舒服，令到人好 relax 嘅感覺噶。佢直膠嘅質地好衞生、好柔軟，唔會刺激到皮膚嘅，同埋咧佢嘅聲波震動比起手洗更加乾淨啦，兼且每15秒咧佢會震一下噶，提你咧要轉部位啦，咁所以1分鐘之內咧。包保你成面都会记得清洗干净嘅。我想讲佢系超耐用啦，呢一部 Mini 2咧，我用咗3年噶啦。佢除咗冇坏过之外咧，我谂插电插咗5-6次左右噶咋。洗完面之后，我就用爽肤水啦。然后呢位先生咧偷咗我部 Mini 2，自己又洗面咯。
跟住之后咧，就要出动我嘅两分钟懒人自家美容院，就系 Foreo 嘅 UFO 2啦。在手机程式那里揀回相对的面膜，然后呢就按开始，放好块面膜呢就可以的啦。整个过程都会有声音导航。首先你一个打开毛孔的热力功能，帮助精华加速吸收。然后声波脉动呢可以做到面部按摩，是非常之舒服的。不同的 LED 灯可以做到不同功能，好像现在比较绿色的灯就可以提亮到肌肤，好像在美容院做 facial 的时候会有照灯的步骤一样。来到最后的懒人功能，可以用来镇定舒缓肌肤和锁住精华，同时亦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令到气色更加好的。短短两分钟就已经完成到一个超级度入 facial， 大家可以见到我的皮肤呢是很饱满啦，很光泽啦，然后很水润的感觉的。是啦，我想我男朋友应该想试的，等我问一下他先。不同面膜不同功能，所对应的 LED 灯颜色呢都会不一样的，咁所以呢就可以针对返你想改善的问题啦。而且清洗呢非常之方便，就咁用水冲一冲呢就已经搞定㗎啦。正当全世界都已经瞓晒觉的时候，我仲未做完嘢啊，我仲要检查第二日 upload 的片有冇问题啦。好彩有一支 Prosecco 喺度，成件事嘅感觉超好多啊。本身我想着吃完早餐才护肤化妆的，但是因为我男朋友未起身了，所以就做了先。我决定用四分钟快速唤醒我的皮肤。首先用之前同大家推介过的 Foreo 眼膜，一分半钟的 treatment 可以去除朝早眼部浮肿。The invigorating cooling sensation helps reduce puffiness, while red LED light and gentle T-sonic pulsations facilitate absorption of this illuminating caffeine formula.跟住再用一个保湿面膜疗程，就可以快速完成我的护肤步骤。成件事方便之余，一阵间仲会更加好上妆，因为个保湿度做得好咧，持妆度都会大大提升噶。比起带十支八支唔同嘅护肤品过嚟咧，一部 Foreo 嘅 UFO 2咧就已经可以做晒所有嘅嘢，系咪真系好正先？非常之简单同埋好快就完成咗我嘅朝早 skincare routine 啦。而家等啲精华吸收咗之后咧，就可以去化妆，跟住食早餐啦。落到去见到平台冇咩人，就谂住俾出牌伸展伸展，点知佢咁激动噶喎！我发现咧，我真系变咗老人家啦。早餐竟然拣中式嘅鲍鱼鸡粥、XO 酱肠粉，同埋出边布菲咁多嘢食，我竟然系夹咗云吞，仲要一夹夹咗咁多只，老啦老啦，今次真系。我哋食完早餐之后，呢只狗仔突然间又要瞓觉，好彩仲未够钟 check out 啫。好啦好啦，唔阻你啦。我哋呢个 station 咧就喺呢一度完啦，好唔好啊？哎呀，佢已经啤住我啦。希望大家都会中意睇啦。如果中意嘅话咧，应该都唔会咁快有下次嘅。记得俾个 like 个 subscribe channel， 我每个礼拜都会 upload 两条新片，逢星期六嘅到三点同埋星期日嘅到12点。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